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好，the 大家 Certification好，Assurance and 欢迎 Quality 呢，大 Master 家到了我们的这 class. 个保证和可靠的大师班。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这些讲者与媒体。我们向先从呢，感谢我们赞助商开始，我们的 JP Morgan 以及我们 Luxembourg Green Exchange 花旗银行以及不同的。Alliance Bernstein, FSD Africa,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CMA, Mizuho, IFC, and Ashurst. 我们谢谢我们以上的这些赞助商，感谢，没有你们，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我们今天的成果。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几点要提醒大家，对，请大家用我们的 Q&A 的功能呢来发问题，而且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聊天功能，我们也可以来协助你。所以我们有葡萄牙文、中文以及法文。耳机的部分呢，你可以去选择你不同的功能。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使用这些功能来网络的活动，也可以呢加入我们的虚拟的方式来得到我们更多的资讯。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呢，请从这边来可以发问，从上面能够提问。所以享受大家接下来的演讲。所以我们是由 Marina 来为我们做演讲。谢谢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 Marina Stroglio， 我是这个认证主管的，我们这个气候倡议组织的认证主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年度的大会，来参加我们的保证和可靠的大认证大师班。在这个我加入这个六个月前呢，我加入气候倡议组织。我现在呢，我们现在在过去十年之中，我们的这个节能减碳呢降了一半。这个呢，现在我们非常紧急需要呢，能够做节能减碳，而且呢，我们能够在节能上能源上面能够更节约。Chris 之前呢有提到我们的那 CPI。我们已经有达到呢，在这个不同的投资者以及不同的投资项目，能够呢转型到更节能减碳、更经济的方式。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气候倡议组织有发展不同的一些项目，创建了一些我们气候债券的一些标准，而这些包含我们如何创造建立的这些能够的方案，提供而且确保我们的这些会能够去认证我们的气候债券。我们的 CBI 团队呢也提供呢为这个我们绿色债券市场提供更绿化的标准，而这个框架呢，能够更好的运用在全球，更绿化的做运用，而这个是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框架能够运用到我们不同的工作项目，在2050年我们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而这个方案呢，我们特别呢是对于我们的投资者能够提供更透明的，而且更价格更可靠的、更能够值得的能力。而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认证方面，我们提供呢能够去对我们的投资者做帮助，而且我们提供更可靠的债券。而因为
在这个绿色债券市场的提升之后，而且呢，能够呢，使 CBI 呢，能够更好的去提供更好去合作来提供绿色的产品，而科学性 的发展，而且我们也能够在关于我们认证的这个方面呢去做努力，而去创建更细节的更能够去转型的道路，而且我们也会在这道路上面呢来去做协助做帮助。所以比如说我们这个，所以这也是在我们在认证的工具，对这个证券认证工具，所以我们的基础上面基础改变在我们的认证上面的改变。所以在我们维持我们基础的要求之外，我们证券呢也能够在透明度上面以及在更科学化的要求上面做努力。所以目前为止大家所知道的，我们欧盟呢他们有对于绿色债券呢有提供在去年七月时候提供更新的标准，而这些 框架呢对于这些债券呢必须对我们 的市场做提供。所以在2021年呢，我们的包含我们的核能发电以及我们的油电发电，所以我们对于欧盟的发行者以及非欧盟一些发行者呢能够提供这些认证 的帮助。所以关于这些我们气候债券的标准，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国际上面能够得到认可。所以我们这些呢在我们很有经验的这个报告上面包含我们的 CBI。 所以这个方案呢我们希望呢能够呢这些债券呢能够是绿色债券，而且能够去认同，而且呢去增进它的这个认证方面以及达到一样的标准。所以呢关于 CBI 认证的工具里面，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 CBI 的分类法以及我们的欧盟分类法，所以在这个也不同的分类法，而 CBI 我们是针对不同的部门与部门之间来去做评估来去做标签，而欧盟分类法它也包含不同的项目，但是目前分类的没有很仔细，而这个呢目前呢还没有在 CBI 的这个标准下面。那这两个呢我们都包含了我们发行前已经发行之后的协助，而且 对于这个债券上面在 CBI 的方案里面我们也是要经过 CBI 的认证。欧盟方面呢，所以在这个分类法的不同上面，我们在不同的标准上面做分类，针对不同的要求来去符合我们欧盟的标准。
因为不同的类别的发展以及不同的分类法，能够来去符合我们这个欧盟以及英国的标签。只要在这个标准呢，能够去持续的去符合它的标准。我们 CBI 的方案是大概两年来去符合这个欧盟的标准。而更多的呢，是它我们的如何去做调整统一，来跟我们欧盟的分类法，以及我会交给 Brian 来告诉我们更多的 CBI 认证的程序。这边我们也是我们的，可以把任何听众为在这个聊天，谢谢大家的时间。Many thanks, Marina. 谢谢。谢谢 Marina。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荧幕，谢谢大家。刚刚听到我是 Brian， 我们有两个其他的讲者，第一个 Bonini， 他是我们的巴西分公司的首席审计员。我们这边有个免责声明，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暂停，而且把这个读一下这免责声明。所以我会为大家呢带来这个演讲，所以大家如果在聊天里面就是聊天格里面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络 Marina 或者是 Maggie。大家会从这个聊天的格子里面来收到大家的提问。所以在我开始之前呢，大家可以从下面这个空格可以送出大家的提问，而我们的联络资料也在这个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电邮地址，有包含我的地址，也有 Marina， 也有 Maggie 的地址。而下面我们有一个有个礼物，有三个数据，我们有三个影片，以及一些我们的参考的小册子，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些参考资料。可以下载这个大师班。如果呢你有什么没有听到，大家可以回去听我们的录音。所以这边有四个不同的段落，我们将从第二个开始，我们发行绿色债券认证的程序，且我们也会去核实绿色债务发行，还有我们未来我们的发行人以及我们的投资者或者是研究者，所以我希望能够更宽广讨论它。最后一点呢，我们会有我们的个案研究，是一个在巴西的一个的创投银行。所以我们先从发行我们的绿色债券开始探讨。通常我们的这个发行的程序呢有三个程序。第一个呢是对任何证券你有几个要点去执行。如果你想要对这个债券做标签，这里有几点步。第三个呢是发行这个债券到市场。所以这些程序都是非常可见的，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主要是要提供发行标签债券。所以我们会讨论如何来去做标签。所以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在如何呢去做为这标签做债券做标签。所以我们有独立的评估，而且呢对于这个绿色债券做潜力评估，还有我们的审计者呢来去审计它。所以对绿色债券他们通常分成三个不同的，比如说第二方的意见成于 SBO 或者是认证方面。所以大家也可以提供第三方的意见 来维持我们的气候债券的标准。而发行者呢也可以呢去做评估审查。所以呢我们会审查他如何呢去做他的绿色债券框架，以及呢这个审查呢，因为呢我们的发行者可以用独立的审查方来去倡导我们的绿色债券。这个呢对审查者能够把这些评估报告送给我们有潜力的一些投资方。所以这些是我们审查的方法。我们先从我们的第二方的意见开始。所以在我们这个绿色债券市场呢，他们是独立的审查方，而且针对绿色债券或者是任何的绿色金融产品。而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使用我们 的方法，而来主要是用呢我们由意见提供方来提供依循我们绿色证券 的标准。通常呢在这个债券被发行之后呢，我们没有发行之后没有做审视，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你看你够了 SPO 的话，并没有一个比较标准的模式可以去依循。所以比方来说这是一个方法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很透明的方式。所以对于绿色债券或是可持续性债券呢去做选择。第二方的意见他们能够为这个来去提供审查。保证这是我们的目的，这代表呢我们有独立的审计者能够去遵循我们一定的程序。这个呢是我们的会计师来去依据来去审视这些资料。所以在发行者的这个资料里面呢，我们在内部的程序上面来去发行这些证券，所以给大家更透明化的能够去审视这些程序。这些也被第三方来使用，比如说审计者来去使用。我们的评分方式，所以这个呢将会是由我们的计分方来去做统计。这个是我们的绿色金融的框架里面去执行。再次呢这个我们会在资讯上面做不同的评估。所以除了第二方的意见之外，我们还有这第三方去做评估。以及呢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有创建一个新 的项目了，所以有时候呢，你必须要决定哪一些是符合你的要求，或是没有通过。这个呢，可能呢，只是要以外部的基础呢。所以通常呢，这个基本上呢是在发行之前就开始来做。我们会去评估的。好，不好意思。好，再次的，并不需在发行之后呢，并没有。好，下一个是认证。这个呢，基本上呢是要给我们呢来这个认证的准则。这个呢也是称为呢认证的债券。所以呢，基本上呢，它是呢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司法机构、不同的地区呢来做。而且呢，是呢跟我们的呢绿色债券的基准是一样的，跟我们中国、日本、印度还有其他的地区呢都是来共同符合的。所以呢，这个呢是跟我们的筛选的工具呢是一样，跟我对于我们的投资来讲呢，我们来确保呢我们的这个投资的确信呢是有被遵守的，而且也呢确保呢我们的的准则还有我们的透明度呢都有被实施。这呢是唯一的目前的全世界的准则，在我们呢全世界的网络里面呢来做，它也是呢我们透明的，也是独立的，跟我们的特别的组织呢 Trivano 一起来合作。我们全部的这些文件呢都是有来做公开发行的，帮助呢我们呢来发行一个公开的指南。主要有两个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呢，一个呢是我们内部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呢的工作。这个呢是非常简单而且是非常明了的。这个呢跟我们其他的准则呢本上呢都是一起来做的，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是希望无缝接轨的。好，这边有几个例子，有关于我们外部的审议。这个呢是 S&P，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打分数，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呢上面呢都是很多不同的我们的呢这个审议，还有呢我们保证性的呢这个报告，还有其他的报告。这个呢上面呢基本上呢都是用特殊的语言，可以看到呢它上面写说呢没有其他的东西呢基本上呢是需要我们特别的关照的，而且全部的在任何的材料的每一方呢BTS 绿色的债券呢都是有符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些我们的发行者跟我们讲的。我们呢第一个呢就是要来避免所谓的洗绿。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我们不需要呢他们只是以绿色的口号呢来做。好，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呢这个投资者的分化，还有低成本的资金，还有呢认购超额，还有更有粘性的投资者，还有呢紧收紧易率。下一个呢就是可以看到呢不同的呢我们的呢绿色的债券呢有很多呢不同的品类，它呢有是债券啊，有可能是我们的项目啊，还有呢不同啊，甚至是贷款啊等等之类的呢，有很多呢不同的。这个呢并不是完全的这个列表，完全列表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文档上面来看到。那这个呢也是在我们呢全部的国家在全球呢可以看到呢都有来做参与。还有呢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地图呢会越来越大，就是呢更多的呢地区呢跟国家呢都是会来使用我们这个认证措施。就像 Marina 刚才讲的，我们呢有这个工作呢不断在做，不断的在其他的领域。我们呢这个我们这个认证机制呢也有在不同方法来使用，也参数呢我们呢有来做继续。我们有看到不同的呢的
认证呢，不同的资产，不同的系统，我们呢也有呢这个基金，我们呢也有不同的实体，还有不同的东西，最近呢不同的这个方向，不同的公司呢来做认证。我们的目标呢也就是必须要基本上呢希望呢这个认证呢我们这个全部的呢这个绿色的债券呢都是可以来认证。所以就像呢是今天的，不管像你是冰淇淋一样，不管呢是什么口味的话呢，我们呢都是有一致性，而且呢我们呢基本上呢目前都还在继续做，而且需要时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呢看一下再来发行我们这个规律的债券，然后来到我们呢，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呢怎么样来让这个债券呢来做因为认证以后呢来做标签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呢是我们认证的过程，这个呢是非常简单明了的，有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呢你要做的呢就是呢要经过这五个步骤呢来认证呢你的这个债券。好，第一个呢也就是呢必须呢要来，当然这个发行者呢要来准备债券，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呢来认知我们的资产有符合呢我们相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区域的准则，而且呢我们呢也有呢来再来创造呢我们这个绿色债券的这个框架，这有可能是呢一个债券啊，或者是一个金融券等等的。第二个步骤呢也就是呢我们要邀请呢一个检验者，我们要给这个检验方呢来我们的讯息，来让他们来做验证。这两个步骤呢他们呢并不是，他们不比如是呢一对一个接一个的发生，他们有可能是同时发生，或者是顺序呢会有调次。好，第三个呢也就是呢你要来申请，来跟我们的 CBI 申请，来有跟我们一些特殊的这个文件材料，我们呢然后决定呢可不可以呢你可不可以来做认证。不仅呢不管呢你是发行前的认证呢或者是发行后的认证，一旦呢我们呢有给你认证了，一旦你有认证之后呢，我们的发行者呢就是可以来发行呢他们的这个绿色债券。好，这个时候呢你的资金就已经在了。好，再来呢第四步呢你就是呢希望呢在呢发行之后呢再来确认呢你的认证，这个呢就是呢基本上呢同时呢应该是有相同的呢验证者呢来做的，这个呢需要在你发行之后的四个月里来做。当然了我呢并不会讲在文件的大师班系列里面来做，因为呢这个呢你经过这个过程你呢就会用一样的第一次你使用的这个认证的报告，你就能可以用一样的报告呢给很多不同的这个资产的来做认证。这个呢基本上呢是非常实用的。好，所以就是实用性的认证呢24个月之后呢，也就是呢你在发行债券24个月之后你就必须来做使用。最后的步骤呢也就是呢你每年年度性的报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发行者在每年呢就是要来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很简单的呢这个每年的呢融资的金融报告。有可能我们的网站上面呢有三页的这个模板，你只需要呢把它打印下来或者把它填写之后呢，然后把我们寄回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来帮你做了，然后我们可以来做发行。这个呢就是我们五个来认证的步骤。好，未来呢要来到第三步骤呢，你必须要先寄文件给我们。我们来看一下文件。好，我们有四个文件。一个文件呢就是呢我们的期货债券讯息这表格，这个呢就基本上呢给我们的这个认证团队呢有关于你全部的呢这个你想要发行的那个债券的总观它的结构啊，它的成熟性啊，它的名字啊，它的资产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呢我们呢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认证的同意书，也就是呢你要来看是个人的呢或者是呢
好，第三个呢，就是呢，我们的绿色融资框架，我们呢必须有这个呢，我们才能来给你的这个债券呢才有信用度。我们呢要来看的呢，也就是呢每一个项目呢都是呢要一致的，而且呢我们呢也要确保每一个步骤呢都是呢必须要通过呢这个步骤呢来做认证。我们呢内部一旦拿到这四个资料呢，我们呢就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来做，第一个呢也呢可能是我自己或者是 Marina 或者是 Maggie，我们呢就会开始看你的文件，然后呢就会来做一个很细节的审查，我们就看一下你的有没有符合呢我们呢这个行业里面的标准，还有我们的绿色债券的。好，第二个，我们就会递给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验证者，或者是呢不足的话呢我们就先把它退回给我们的发行者。好，如果一旦呢第一个验证者呢满意的话呢，就会给第二个验证者。我们呢一样或再做一次呢我们这个审查，我们呢也会记录一些东西，如果当时一样如果呢还不满意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退回给呢我们原本的呢发行者。好，一跟二呢当时的到时候呢都满意以后呢，我们呢就会呢来呢把你的草稿的认证的文件呢来做，而且然后送发出去，大概呢两到三天或者是有时候到十天，这个依你的不同的领域啊，不同的状况啊，有可能要签货啊，来不同的交涉的时间不同。我们呢当然呢是会越快越好，但是呢当然我们不可能呢，我们呢不会来妥协，我们希望更仔细越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步骤。那最大的挑战是在哪里？从我们的这个发行者还有评鉴人认证者的观点来看呢，那怎么样呢，以我们的这个标准呢哪个是最难的呢？我觉得呢最是第一部分是最难的，也就是我们要认知我们的资产。这个呢当然了，这次呢是可以呢由我们的发行者做，或者是呢我们的认证者呢也会帮他们来认证呢他们的资产是有符合的我们的这个行业的标准。有可能你可能呢是有可能在内部做啊，你有可能呢是一个投资银行啊，或者是呢是一个组织，你可以呢直接在您的内部呢这个资产呢有没有呢跟我们的标准呢来符合。很常来讲呢基本上呢他们可能需要一个保证人，保证人呢有可能需要来做，所以呢就像银行，所以呢基本上呢大部分来讲呢这个发行人呢基本上呢有时候呢就要打给这个解释人，解释人呢可能要跟银行联络，银行呢可能在跟我们的这个保证人的银行的保证专员呢来做联络。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这上面呢这些呢就是我们的目前呢是我们的这个 CPI 呢已经呢有来做认证的这些组织呢基本上呢都是呢有受过我们认证。好，我们继续。好，看呢虽然一样我们就是有所谓的 underwriter， 就是我们保证人。好，再来了就是我们的认证者，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雇员。我们这个呢雇员呢有可能呢是一个专员，或者呢像是领域的专业人士。所以呢第二步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审查员呢就会看一下呢现在是有没有办法来做审查的。很重要的是呢我来跟各位来指出的，也就是好，那不一样的呢是我们的分类法还有我们行业不同基准是不一样的，基本上有两个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呢后面有时候呢是有交集的重叠的部分，他们呢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现在该讲个分类法。诶，不好意思啊，这个影片呢很像突然间不见了。
Hi everyone, we had a small technical issue. I think we have Brian back now. Brian, can you hear me? Loud and clear, thank you. I'm just going to share my screen for a moment. Great, thank you. Okay, so I assume everyone can see my screen on the taxonomy. As I was saying before, got cut off. So includes research from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And it's also benefited from the input of hundreds of industry and technical experts. In a nutshell, it identifies the assets and projects that are needed to deliver a low carbon economy. It gives some emission screening criteria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2-degree global warming target set by the Paris Agreement. So it definitely serves an important purpose. The taxonomy, it's a major suppo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我们的分类法呢，基本上呢是在里面，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们呢要来呢，希望呢它在这个机构里面呢，可以呢继续呢来做。There's a lack of awareness around one what these are, and two how to identify them in the first place. 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开始就是要这样做的。好，那也就是说呢，也就是看，比如来说呢，这个交通啊，是它呢是有低碳的吗？它呢这个呢就可以利用分类法来做。好，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来呢可以呢降低呢我们刚才讲的呢不会来只是来洗绿，所以呢。这个呢是有科学性的，而且呢它也是呢不仅是要科学性，而且呢是要有实用性的。好，现在呢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交出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当我们讲到了认证的时候呢，认证的时候我们呢也就是看一下你有没有办法申请。好，如果你在上页来看，这个呢是我们分类法。这分类法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如果是选今天呢是能源的太阳能呢也是可以来做申请的，才有资格的来做认证的。好，这都是呢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太阳能的认证呢，我们这个分类法呢，基本上呢它的认证呢是非常有可能的。它呢当然呢，如果不是在这个表上面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定不可能的。但是呢现在上面有可能的呢，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来确定的，即使它在上面呢，我们要下一步来看它真的是可以被人确认吗？如果呢是可以被认证的话呢，当然呢并不是我们分类法，我们也要看它认证本身的认证。所以呢可以看到呢，没错啊，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有很多地方呢是可以来做认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我想跟各位呢来提醒呢，我们到底呢是要怎么做呢，要怎么样来认知呢我们资产的活动，所以呢以至于呢他们可以来做认证的过程。这个呢是我们呢今天的小节，今天的小节呢之外我的讯息，在我们呢给你们的档案里面呢，里面其中有一个呢影片呢是22分钟的影片，来跟您解释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做这个过程。但是这22分钟的影片呢，比我今天讲的呢口头讲的呢还要更细节，你可以看一下呢我们要怎么样利用这个呢影片呢，来看一下这个过程呢怎么可以让过程呢更简单明了，而且呢是可以一条龙方式过的。好，我只是要跟各位讲这个22分钟影片呢在我们给你们的这个欢迎文件里面呢都有。好，第一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要跟我们的目前的呢这个气候债券这个区域的这个准则一样的话，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次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准则的范例。好，原来说明呢你第一个呢你有一个回收的厂。好，这个回收厂呢也就是呢你看呢，你一旦选择回收厂，这个呢就是我们对回收厂的认证书认证过程。
You can see here on the left-hand side. 你可以看到呢，在左边，这个有很多不同的领域，你可以呢来点，可以点，你这样点一个热射处理，热射处理的话呢，你就可以点进去以后呢，你就会到这个界面。这个界面呢，你不用担心，这个每一个的界面基本上都是有一样的呢，这个这样的展示方法。所以你会看到呢，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呢这个资源，里面有不同资源，它都是用超链接方式。当然了，不需要阅读每一个。事实上呢，95%的时间，全部你有的问题呢，或者是在跟我们的这个领域有目标呢有关系的，基本上呢这里面呢都是会找到答案的。里面呢每一个界面呢都是有这个标准的文件的答案。If, however, let's say you're in that 5% range, then 所以如果你是在那5%的部分呢，这是有点是灰色的部分。所以我们刚刚提供的这些例子里面呢，你的项目如果不符合在里面，如果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二点，我们的背景资料。所以这个呢是大家能够去参考如何去做调整的，而且我们有我们的在我们的标准的资料里面可以去做查询，还有我们的标准部门都可以去做查询，所以这两个部分我们会提供给大家所需要的资料。所以有时候呢，这有我们有遇到一些障碍来达到我们的一些资讯，所以这边呢我们不有这种问题，我们呢只要是有我们需要的资料，我们一定会公布它。所以如果有任何那边没有的资讯，我们能够提供的答案是说你可以提供向我们的认证标准单位去做提出发问。所以只要你有任何问题，我们这边只要有资料有答案，我们都会提供给你。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提供你所需要的答案。而这边我有几个工具可以让大家更好的运用。第一个呢，我们是使用我们的搜索，我们的关键字搜寻功能。所以你不用看，比如说有75页，你不用全部看完它。比如说，你想要搜寻啊，我们的废料管理。你如果是不管是Mac 电脑或者是电脑呢，你只要按 Control， 然后你打出你所要搜寻的字，所以呢，可以省下大家很多阅读的时间，所以我强烈推荐大家用关键字搜寻。第二个呢是我们的 Snapshot 工具，所以你如果看到有些资讯不是很清楚，你可以呢在那边做那个荧幕的，我们可以在荧幕拍个照，你可以把那个照片呢把它寄给我们的相关部门，并且呢我们就会帮你做协助。所以这两个提到可以让我们这个工作更顺利进行。第二步呢去来查询我们目前现在我们气候债券的标准。所以呢有时候你可以呢先检查我们气候债券的标准。所以呢你可以依照我们上面的标准，而再一次呢，这个我们气候债券的标准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到，所以任何不同的类别、不同部门，你的需要我们都可以为你提供帮助。第三点，如果你需要任何的协助的文件，我们可以看我们的指南。我们在网站上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提供给我们的发行人以及我们的审核查员。所以这边有几个工具你可以去下载，比如说我们对于核查员的指南可以下载，
而这些是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网址针对我们这些提到这几点有几个 有效的网址。我想要引导我们的大师班关于核查我们绿色债务的部分。这个大师班我们使用这些资源这些资料。我想要谢谢以上这些人，我们的 John Lauren、 Patrick Hardy， 他们呢在这个2006年呢，他们在加拿大环境部门呢真的对我有提供很大的帮助，也为我创建我的基础，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他们，也是非常有效的有用的资讯在这里。所以这些呢你可以从我们的录影资料里面去搜寻。这边呢是我们的核查的程序，所以基本上这几个程序是我们核查的步骤。所以风险评估以及我们的记录管理，我们的收集证据以及我们的报告。所以 Brian 刚断线了，应该很快又可以再连线回来。Hi Brian, can you hear me? I can hear you. Just one moment. Okay, great. Thank you. Perfect. Thank you. Okay. 好，谢谢。好，我们从刚刚没有结束的，所以举例来说，我们上面有我们的注册资料，还有我们的发行人的联络资料。以及我们时间，以及呢，所以谁？所以我们提到我们的计划方面。基本上，如果你有一个核查的计划，我们必须要去评估它。他的项目，而且我们必须去了解他的发行人的系统以及方法来去监控对于这些投资者。
来去做评估。这边呢，我们债券的工具以及我们的测试过程，以及我们如何去监控这些核查过程。In terms of risk assessment, 所以关于我们的风险评估的部分，这里有几个要点。所以我们最好能够去侦测到我们的风险，越早越好。所以那边有任何技术上面的方面，我们必须要更深入的去探讨呢？有没有那些资源能够去探讨它，去以及有没有关于在这个对于我们的记录做控管方面，这个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低估它的功能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做。所以当你在核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一边在核查的进行之下呢，我们去做记录。有的人会在他们的行事历上面做记录，有的人是每个礼拜记录一次啦，或者是有的人是每几天就做一次。这个都是由你来去选择多频繁的做记录。所以在我们的合约签订之前呢，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去看的。所以再一次呢，我们需要测试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现实地的工作。所以基本上呢，必须Next, we have evidence gathering. 所以下一点呢，我们有收集资料以及收集资料以及证据。所有的证据呢，你需要知道的一些证据。如果你需要呢，搜寻我们的确认，可以要求比如说 email 地址能够有一个确认信，确定你有正确的地址来要求你的正确的确认信。所以如果你要正确的确认信的话，你必须要确定你的地址是正确的。所以当你在做证据的记录的时候，你希望这些资料是能够可靠的、可信的。所以呢，这边有两个不同的方式。我们有公开化的，也有私人化的两个版本。所以有时候，当你是在搜寻一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希望是能够私下的、不公开的来去进行。Conclusions for certification again. 我们对于我们认证做总结，我们先是我们有效的认证，合理的认证。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在这上面做限制是更好的。而我们希望这一切都是能够透明化的，所以如果有任何错误，我们可以立马发现它。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鼓励这种做法。对，当我们提到我们的审计风险的部分呢，我希望给大家五分钟的休息时间。所以我有一个计时器，如果我开始讲话，就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所以大家有个五分钟休息时间，我们会再回来我们的大师班。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客座讲方，谢谢大家，下次见。
Okay. Welcome back, everyone.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第二半段，我们大师班的第二半段。我将会结束这大师班，我想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课席讲师。我们先要来讲一下关于我们的审计风险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审计风险的部分，我们会提供几个不同的方面的部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四个不同的部分。所以在左手边呢，我们有我们的内部，我们的内在风险。这也很可能呢，我们在这个项目上面，比如说在发行方方面，所以呢，内部的风险有可能说在项目上面的增加的要求，比如说有更多的标准必须要去符合它，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资金，或是不同的活动，或者是让它这个内在的风险去提高，或者是呢，有可能它的资讯收集上面，可能是我们是用手动的收集上，所以有可能在这方面造成一些困难，造成内部困难。所以这有很多的原因。那这个是关于内在风险的部分。第二个是控管的风险。这个是我们的发行人呢，发行方，他这边要去控告，所以我们这边审查方呢，比方如果这个项目有比较高的控管的风险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列在这个控管风险上面。所以当我们在审核审查，如果一些发行方他太过自信了，觉得一切都很好，或者是在发行人方，他们有可能呢有很多部门，有很多在这个品管部分，在这品质控管上面没有做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控管问题。那第三个是我们的侦测风险。所以这个呢，我们能不能够去侦测到它的风险？例如说，它侦测风险有可能是我刚刚提到的几个例子，都有可能是我们的侦测风险的部分，或是特别在我们资料收集管理上面，在不同的方面来去做摄取的话，那我会说这些资讯可能就不是很可靠，或者是他们的只要搜寻态度问题针对我们的核查员，那这对于核查员来说会比较难去侦测出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侦测风险问题，这个是我们审查员的责任来去做审核。所以当他的内在风险以及他的控管风险非常高的时候呢，我们的审查员就必须要想办法去降低我们的侦测风险，以及呢有可能我们会要求更多的资料去记录。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我们的核查员呢需要去做调整的。而在这个最主要的方面呢，我们希望这些工作能够去做到来当做是最重要的事情来去执行。所以呢，我们在书面报告上面，我们希望能够做最专业、更专业、更好的审查工作。所以我们确定这没有
任何方面有去遗漏到。所以在我们的水平保证标准认证上面呢，我们水平认证水平保证标准。Limited assurance, it's also known as low assurance or negative assurance or neutral assurance. 所以负面的 the typical wording for it reads like this: based on the procedures, nothing has come to our attention that causes us to believe that the issuance is not, in all material respe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Reasonable assurance, which is stronger, also known as high assurance or positive. 对合理的保证。Along the lines of, based on the procedures conducted. 所以这边呢？还是看到呢，我们的发行方，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Navigate these types of risks, for example, as a verifier.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的，所以针对你的方向、你的决定决策的指南，我们回去看我们的方针。所以这里有几个，在你做你的决策之前，有几个指南可以去依循。你甚至是可以把它写下来，来确认呢，你在做你的决策的时候，这些资讯能够去帮助你来去做你的决策。好，这个本身的原则呢，它就是说呢，我说呢 ，ISIC 3000这个是准则，这个准则呢 ，MERC 就是你要来用这个字呢，来 neutrality， 公平性，也就是说呢，也就是这个呢是基本的，这个呢也就是说呢，你有公平性，而且你也不会有任何的偏差，也就是下一个呢，也就是呢。我们的解析，解析呢，第三个呢是相关性，也就是说呢，选择呢，我们呢，有关于呢要来做决策的话呢，必须要有相关的人。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负责性、可靠性，也就是要说呢，它是呢，也呢，你必须要来讲，也包含。你呢是相同的情况下面，还有呢不同的这个使用者。下一个呢就是我们完整性，完整性呢也表示呢你呢已经包含了基准，还有呢您的这个披露啊等等的之类的，还有其他的这个原因。这个呢这东西呢是有可能呢是有可能被预测的。基本上呢这五个呢。都是呢我们所要求你的，而且呢这个呢也可以帮助你，如果你的话呢你呢就会来帮助你来做决定。好，下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来怎么样来评估呢这个证明，这呢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方法，来呢筛选并且来筛试。如果呢今天呢这个数据很多的话呢，你的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其中有一个方法呢，来让你要缓急先后的话呢，也就是呢，来了解呢我们的适合性，还有呢效能之间的关系，关于像这样的项目。也就是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如果呢你今天呢是说呢，如果是效能的话呢，也就是说呢，你到底要有多少的证据呢？来有一个结果呢，基本上呢，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呢，你相信呢，你的呢的决定呢是可以让人家来检视的，而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你要想想看的话呢，你就是以这样来做。好，下面呢，我们呢适用性呢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呢，您呢今天有的证据呢，必须呢是要有关系的。而且呢必须是要可靠的。相关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您今天的呢这个证据呢是可以的来帮助你来认证的话呢，直接来认证。什么叫做可靠性呢？可靠性呢也就是说呢，您今天的证据呢是原始的，而且呢是有信用度的，而且呢是可以取得的。好，可以看到呢，这个呢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效能。好，效能呢，这也就是呢，我们效能就是像您的
证据的多寡，跟我们的呢，您的这个证据的适度性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你的证据的适度性呢，跟你的呢，你的呢这个这个证据的的大小呢，基本上是反比的。也就是说呢，你的证据的基本上是强而有力的话呢，你并不需要多，你只需要要精，我们不需要求量。所以另一方面来讲呢，如果呢你今天的呢，你的这个证据是很多的呢，但是呢你的证据里面呢，并没有呢这个可靠性呢是很高的话呢，你即使有很多的话呢，你呢基本上呢就是。也许多，但是你的适用性呢不高的话，基本上呢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呢？你看一下呢，我们的这个证据的效能性呢，跟我们的适用性呢是成反比的。好，下一个呢就是呢我们证据的这个不同的层次。所以可以看到呢，我们呢有，如果呢你的你可以看到这个箭头，如果你今天的这个证据是很高的，可以很高来依靠的。也就是说呢，是非常直接的，非常直接，非常相关的，就像呢，就看，就像是让你本身的个人的这个知识，这个呢，就是你可能你得到的，这个有可能是实体的，或者呢是呢这个以数据上面算来的，第二个呢，有可能呢，也就是呢文件上面的呢这个证据可能是直接得来的，或者是呢是独立的方式得来的。或者是呢你呢是其他地方啊，在我们的发行者以外的人所得到的呢。第四个呢，有可能呢会是内部的证据，是从我们也是呢存取呢在我们的这个发行者的本身的。好，也就是说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也就是呢在内部的呢来做。所以呢，你也就是要来决定呢，下一个呢，也就是呢，可能是口头的，还有基本写下来的，是从我们的这个发行者的他本身的里面的人员。这个呢，当然是不够的，需要呢比其他需要有其他的呢证据呢来支付相乘的，并不可以只是一般的面试。好，那我们要呢怎么样呢来呢记录呢，保持我们这些记录呢？你呢今天呢的东西，今天来递交东西，全部的东西呢你都需要来记录下来。好，我们呢要来做这个认真的记录呢，也就是呢我们的这些纸本的记录呢，基本上呢有最小的话呢有四个范围。好，第一个呢也就是我们参与的细节，这参与细节呢就是呢我们有可能呢是其他的这些东西啊，好，其他的不同的这个文件啊，好，其他的有可能是这个日志啊等等之类的，这个呢也需要的。好，除此之外呢，你一旦有这四个预设的话呢，你呢就会有一个非常高层级的我们的这个来做审计。好，下一个呢我想来讲一下呢所谓的呢不公平而且呢利益冲突。好，我们呢总都是呢会有对于我们不公平的这个威胁。这个呢这五点呢是非常我们常常呢发现的。这个呢在我之前呢我自己在做认证的时候呢有关于不公平的不公平威胁呢，也就是说呢这个客户呢可能是付钱来认证，或者是说呢你有实质上的呢从你的发行者上面呢达到实质上的呢这些呢其他额外的东西。再次的呢，这个呢当然呢就是会让你们的关系呢有呢其他的额外的呢这个压力。这次呢有可能呢对于我们的所谓的呢这个不公平性呢就是会有威胁。所以呢举例来说，刚才讲过的第一个呢就是有可能拿到额外的这些利益，第二个呢有可能是本身的呢他的利益。
好，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自我的审判。第四个呢，就是呢，我呢对于这个这个信用度的呢熟悉度。第五个呢，有可能是威胁，这个威胁呢可能就是具体的威胁，或者只是来其他的不同的方式呢来威胁你，希望呢可以呢把这个东西呢来变成你的。手上自己的自我呢来做呢校准。ISB 呢我们呢要来做的呢在 IAAC 呢也就是呢我们呢来做一个所谓的呢这个利益冲突的一个表格。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呢里面有表格呢也就是在上面呢有写说呢你必须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如果你遇到这些事情的话。如果呢你到31的36页的话，这六页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了，得知呢在这六页里面呢细细的跟你讲到呢我们这个利益冲突上面的话呢我们要这么做处理。这个呢也就是说呢你可以经过呢用不同的呢这个过程呢来呢确保了你的公正性。如果呢在未来有可能你想到呢有些有问题的话呢，至少你可以到这31的36页来让自己了解，让自己呢来知道呢你有对于这个不公平性呢有做这个危机的处理还有分析。好，这个呢你都要谨记在心。我现在想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部分。我呢非常荣幸呢有我们今天呢有我们发起人还有我们的检视人都有今天在这边跟我们一起来做交谈。好， Osma 今天呢Osma 他是来我们来自于我们乌克兰 Mail 1.5 的这个机构，他是呢我们的这个 CEO 也是我们的共同创造人 Uma， 谢谢你Brian， 谢谢大家，谢谢呢，今天呢很有荣幸呢来参加这个 CBI 的会议，谢谢呢这个团队。好，今天因为你的话呢，我今天没办法来这边的，有关于呢来谈，CBI 的这个认证的这个过程。就像你刚才讲的呢，我们呢有些步骤呢是我们要来做的，我们来遵守的。所以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步骤，谢谢。好，第一个呢也就是呢我们讲了在过去的两年呢我们呢在这个烟火呢在很多地方发生，这是因为呢在过去的话呢这个呢造成了我们的这个碳排放在过去八年呢为之之高啊，这个也造成了我们很多亚马逊河流域啊很多的这个森林呢来呢被燃烧掉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呢也看到了很多的呢这个不管是呢私人领域啊公领域啊，很多呢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造成了很多金钱损失。我不知道呢各位知不知道呢这个数据，在两年之前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两年之前呢开始呢来测量呢这个烟火呢对我们的这个具体有什么影响。你可以看到呢越干的话呢气候越干的话呢基本上呢是越容易得到了造成了我们的这个烟火。然后呢我们也要来处理这个问题，谢谢。下一个步骤。好，你可以看到因为呢这个种种原因我们呢就铸造出了这个品牌叫 Plantera。 Plantera 呢它是呢是一个的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就是呢提供给予呢我们怎么样处理呢这个野火的平台，而且呢我们呢都是提供一个呢可持续发展的以这个为基底的效应呢来做的平台。我们呢也有呢很多的呢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怎么样来准备而且来预防，而且在我们要怎么样来准备的。好，第二个部分呢也就是呢我们呢用实时的还有用我们人工智慧呢来呢侦测呢我们这个野火的
哇，野火的发现，而且呢，我们的侦测的范围呢，可以到50到70公顷之多啊。所以呢，我们呢有要实时的侦测，而且侦测以后呢，我们就很快速的呢来回复。然后呢，我们可以提供了很多呢，像是这个救火啊等等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说呢，我们呢来制造出呢是可以来测量，而且呢是实体的这个数据，从我们的野火上面呢来取得。好，为什么呢？我们呢要来对我们的这个绿色的债券来做认证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呢，对我们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良、强而有力的传达方式。我们呢，这个是与相关者呢，他们的确呢是在乎呢，我们这个 SDG 就是持续发展的这个目标。当然不仅只是呢这个债券本身的这个资金的问题，是呢我们要呢，那怎么样可以利用这个债券呢，可以让我们这个已受伤的地球呢？来个复原。好，那怎么样呢？我们这个认证过程呢 是怎么样呢？可以那么顺利的呢？因为呢我们呢都有来自于呢这个认证局的呢他们的方法，他们给我们意见，而且给我们支持。除此之外呢，我们呢也有呢已经的来提供呢我们的呢这个呢所谓的刚才一直在讲的呢这个影响报告，还有我们的呢这个框架。我们呢也是跟着我们的这个联合国的呢这个组织呢他们的宣言呢，这个宣言呢基本上是符合的。好，下一个画面，谢谢。好，那我们学到了什么呢？第一个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呢让我们呢知道呢我们要怎么样调整我们的这个实施框架。我们呢因为呢要让这个过程呢非常顺利的话呢，我们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认证人员。除此之外呢，身为一个初创企业呢，我们呢也希望呢可以呢得到更多的资金啊金融啊。因为呢对我们来讲呢，一开始呢是有困难的，刚才来中融资。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最重要的一课我们学到的呢，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呢没有遵守我们这个所谓的SDG 的话呢，只是要来有赚钱有利益的话呢，我觉得你根本就是不需要来认证的，因为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呢决定呢做正确的事情呢，才是让我们有认证的结果。那请问一下，这个认证怎么样帮助我们呢？我们呢都是不断挑战自己。我们呢都想要来证实我们呢可以做更好，而且呢我们呢每一步呢都是战战兢兢，我们呢都是希望呢我们呢做的事情呢都是对我们的地球呢是有关联的。我们呢也希望呢我们呢可以借由这个解决野火的问题呢，我们呢不仅可以帮助呢这个这些生物呢，还有呢我们整个地球。好，这个呢是我们目前呢有在着手的这个项目，你可以看一下呢，在帕曼洛这个地方呢，在去年呢在巴西的地方呢，哇，已经因为野火的关系呢，所以很多的这个森林都已经被烧毁了。你可以，我们目前呢就是希望呢用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呢，希望在我们的巴西的11个省份呢都是来保护了我们的森林。我们呢目前呢已经有80个点，而且有17个呢这个我们的生态资源的站。好，谢谢各位，这个呢是我的联络方式，如果你需要呢来呢有关于呢我的研究等等之类的话呢，麻烦呢会有问题的话呢麻烦跟我联络，谢谢各位。Thank you very much, Osmar. 好，谢谢。谢谢。Just wanted to ask to point out for the audience as well, the traditional way that this forest fire. 好，我们传统的方式呢，我们这个野火的侦测方式是用我们的卫星监控的方式，
在这个野火呢持续控制之前能够去做监控，比如说你可以放在那个树上面放这个监视器。是的，我想我们也可以，我们呢可以呢增设这些工具，例如呢这个卫星监测也是我们的一个后备的一个设备。我相信呢我们的卫星监测它可以呢提供很多资讯，而卫星监测呢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他们是使用这个来去对抗这个野火，而我们也提供我们的监视器在这个监视塔上面，而这些监视器呢它可以做260度的转向来去监测，然后来去对这个野火做报告。当然呢我们呢也去做调整来去做它的侦测调整，所以呢我们的监视器能够监测到更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侦测到17个 acre 的这么远的一个视程。所以呢卫星监测我们比较难知道说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呢我们能不能够呢取得它，或许呢比如说野火发生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内拿到这个卫星监测这个工具来去快速的做反应，所以我们需要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见到而且可以马上可以运用的。好，谢谢。好，我们将介绍我们下个讲者，他是我们的 Alex， 他是我们的首席审计员，在我们巴西毕维国际集团分公司 ，Alex。Okay, Brian. I want to thank you. Okay, Brian. Of Bureau Veritas and taking part of this conversation. 谢谢大家，邀请我来，来为大家做这个演讲。Okay. So, 好的，所以刚刚的对于这个欧玛的解释。我想要为大家能够来解释我们的这个项目，所以关于呢我们这个如何我们这个核查如何去进行呢，所以呢我们会针对于如何我们能够去做我们的核查来去符合我们的认证标准，所以我们将会给大家呈现哪些步骤是我们依循的，有哪些可行的方式。好的，我们现在的下一页。所以这边是我们的核查的审核的标准。所以在这边我们目前有的资料上面显示，所以我们的气候债券标准 3.0 由 CBI 提供的，它带给我们有这些发行前以及发行后的保险要求。This was what we did in September for this year. 这个呢是我们今年在执行的。而下一步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看依循我们的这个绿色债券的标准要求。而我们现在目前有的是我们的绿色债券的原则，所以这些原则呢也是我们 CPI 所提供的，以及这是我们主要的依循的系统来去进行我们核查的工作。所以我会给大家看如何我们将去执行它的这些原则指南。好，我们看到下一页。
所以这边是我们执行的项目。所以最一个重要的要点来避免greenwashing 的话呢，而是我们做这个绿色的标签。所以在这个我们的分类法 GBI 的分类法的部分，所以这边有几个蓝色的标记，表示呢这是目前呢我们已经有的标准可以去使用。所以呢是第一个我们去寻找，所以下一个，所以我们移到呢第二个我们使用的方法，而是我们去审查我们 CBI 的森林的标准。所以有几个森林部分的分类标准，所以在这个标准里面呢，我们有发现有几个项目是与这些森林的保护有关系的。我们有几个关键的标准的原则，是我们必须去依循这几个重要关键的标准来去执行。所以在我们这个回复力上面能够去执行。下一点，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森林保育的部分，我们有几个呢？这个如何来保护呢？来由这个森林的减少的风险。所以以这个方法，我们能够找到很好的资料。这些校正呢，我们校正来去符合调整这个森林保育的标准。所以我们CBI 有16条标准在这个项目之下，还有回复力。所以当我们移到呢这些在这个标准的时候，所以我们当会一些收到一些想要减少的要求，以及所以在那个方面，你可能有其他的颜色在那边，所以不同的颜色它的指标呢，告诉你这个项目能不能够继续再进行，有没有达到我们要求的标准，还有一些标准它有一些检查表能够让人去检查是不是自己可以去审核有没有达到这些标准。所以当你在对你的资讯做评估的时候，在项目本身资料做评估，那这些资讯就包含它的框架，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资料，以及这项目的资料由这个项目的公司来提供。所以因此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很清楚，我们不需要再更多资料，这些资料已经很足够。而第二点呢，我们能够去进行我们去评估以及选择，对于这个项目去做评估选择。所以我们相信这些步骤呢，通常
这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对于这个绿色债券的标准呢，也是有对政府的这边标准做要求，所以有几个原则我们需要必须要关于这个跟气候有关的债券，也必须要跟政府有关的环境可续性环境有关的，也必须选择有选择被提名的项目。所以当我们符合以上的这些要点的话呢，尤其是检查这些呢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也非常清楚的是在Okay, let's move to the third one. 好的，我们移到下一页。Then we have the third principle. It's about 在这里我们有一些原则，我们想要我们的管理原则。所以我们有这几点呢，可以去做参考进行。所以呢，你必须有看到在一开始进行的时候我们来去做追踪，然后所以我们来去做分配。所以当一个公司有它的自己的系统来去做分配，来针对它的分配来去做分配的管理。所以当你有金融上面的或者是重新融资上面的项目，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呢在这个指定用途上面呢能够去做资金的呈现，而这个是我们进行的程序上面的准则。下一页。所以我们报告给之前的发行方，所以在发行之前，在这公司在这个框架上面运行的时候，这个框架它只是一个提供给你的资讯，来对你解释所有你的这个工作要怎么去进行。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框架是不要太过于复杂，来让大家来去遵循。而且呢，这个框架呢也是对公众是开放参考的。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个能够被在很多年都被使用的这个。所以，当我们呢在进行之前，我们听到的那四点，我们的那四点原则。我们有很多我们内部的推荐，针对我们的，所以如何我们的这个系统能够去做运作，所以我们这些摄像头啦、卫星呢，如何去做运用。所以关于这个费用上面问题以及我们统上面的问题，
最后呢，我们的结论呢，像我们这个气候债券的标准，我们这个森林的标准呢，都能够符合我们的标准，所以我们有列出我们所有所需要的资料，所以这些资料呢，这些报告都在我们 CBI 的资料库里面，所以大家可以在 CBI 的资料库里面找到所有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资料，而像是我们认证的债券啦、等等，而且你也可以找到刚刚提到这些项目的资料可以参考。而这些资料呢，这边呢也有一些我们一些比较机密的资料，有一些也都是公开的。这些是我的解释，在这个资料里面有更详细的解说。所以来解释如何运行。所以 Brian， 谢谢你。Thank you very much, Alex. So before we wrap things up, we're going to have a Q&A. 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们有个问答时间。我们想要指出，我们有一个资源包。所以我们这些在这个资讯包里面呢，我们也在这边，你可以从我们的回放里面去取得。我想要谢谢我们的赞助商为我们这个会议做赞助。我想要把这个时间给我们大家来提供，来做问答时间。We're just waiting to see if anything comes up via the question and answer channel. 我们现在只在看看在这个问答的这个频道上面有没有人提出问题。I have one question. 我有一个问题。To Osmar. 所以这个是我想要问 Osmar 的。So did your company start out with venture capital, and then once it had kind of a 所以你的公司一开始呢，一开始基础创你的这个公司的时候，所以后来你是决定呢，这个债券能够给你公司更好的需要资金需求吗？所以现在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资源。所以现在在巴西，在巴西非常难，像我们公司能够去取得这些私人的融资。但很幸运的，我们的，所以这个呢，债券的这个方式呢，在这个 A 部分，因为一开始我们必须要来去做这个融资上限，所以最终呢，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大的困难。所以一样的，当我听到，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注意着我们的融资上限。所以现在，当我们能够取得我们的债券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去，能够更好的去增进我们的项目。
来去带来更好的影响，来去解决真正的问题，真正人类来造福人类的问题。像，也就是说呢，像是有些人呢 ，climate tax 部分呢，如果其他人呢一起加入一起，不管是呢，我们呢还有很多呢这个科技人员，我们是一个好的公司呢，能够，我们希望呢把这个绿色的转型呢来带来给我们这个世界，这就是说为什么呢？所以我并不觉得把我们自己视为是风险投资，并不觉得我们在这市场上有什么。好，另外一个问题呢是呢，我们的这个检视人员 Alex， 我想请问一下，你呢，在我们这个不同的领域呢，领域呢需求呢里面呢，请问一下你主要来检视的观点是什么呢？谢谢。当我们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式呢。来做认证，我们呢有自己的这个原则，来定义呢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证据呢？我们呢必须呢要从一个公司那边呢来得来，我们呢也有一个用一个检查的列表，这个检查列表呢我们呢也有来做使用。在一开始呢，我们来认证的过程中呢，我们呢来先找到呢我们需要的文件，根据呢我们这个列表上面，当我们呢来遵循这个列表，还有呢我们这个基准的时候呢，它呢并没有来要求展示很多的证据，所以呢我们呢要用自己的这个原则呢的原型呢。来做，特别呢是这个我们金融上面的很基准呢来做，要特别是公司本身自己的定型，他们呢来决定呢他们呢这个公司呢到底在市场上呢是有多有正规性。除此之外呢，我们呢也要来检视呢这个讯息。第一个呢，也就是我们融资的这个债券的融资讯息。当然，如果呢，今天呢，这个公司呢，他们是在再次呢二次的这个融资的这个债券的话呢，我们当然呢就是要来再多做考虑，来看呢，我们呢这样子所接收到的讯息呢是不是正确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呢也必须要有这个项目本身自己的讯息，还有对它的了解。这个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必须要看到这个项目呢在未来怎么样呢可以来做运作。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呢，也就是说我们呢也必须要有这个运行框架的这个报告，还有我们呢怎么样来监视呢？来监视呢这个的时间点。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观察监视呢？像是呢跟 CBI 啊，或者跟我们本身呢，还有我们本身的这个机构啊，来证明呢这个债券呢是可以来做运行的。所以呢这个呢对我来讲呢，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金融上的讯息，第二个呢第二的讯息呢就是从我们发行者直接来的讯息。这些讯息呢我们呢把全部一旦拿到了，我们把全部的讯息整理在一起后呢，我们就来做认证。好，谢谢 Alex。 另外一个问题来自于听众的问题， Osmar， 给 Osmar， 请 Osmar 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呢这整个过程呢，你有的过程呢，OK， 你呢今天的这个的过程呢，你认证的过程呢，你有没有发现呢？不仅呢是有一般的森林的野火，是不是也可能呢造成呢像是我们农地的这些野火的反射呢？是的，我们呢有一些呢私人的呢这些公司呢，他们呢是在做农业投资公司，每一个呢有可能是有火源的这个土地呢，都是呢可以来被保护的。
你不仅仅是可以只有保护的森林或者是呢私人的土地，你也可以呢来保护呢城市，你也可以呢来可以呢保护其他的呢的东西呢，来呢免于这个野火的灾害。我们的东西呢可以用在私人的，也可以用在不同的国家上面，不仅呢是在我们也除了巴西以外呢，我们在这个葡萄牙呢，在他们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小的地区呢，也是可以来做的，像是像是橄榄树啊，或者是其他的水果树啊等等之类的。这并不只是呢不同的不仅是地区的问题，而且是全国家性的问题。当然，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很多的数字，从小数据到大数字，从小地方到大地方，都是有可能呢受这个野火的野火的攻击的，在整个地球上面。好，谢谢 Osma。好，另外一个问题也是进来了。那请问一下，从你一开始呢有这个原型呢，到把它呢整个呢开始做，就是你把你的点子呢把它具体化，到有这整个项目呢，到融资的这个花了多少时间啊 ？Osma，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呢，我想请问一下，你可不可以你懂我的意思吗？哦，好，不好意思，请你讲的是，因为刚才我以为你是在问 Alex。好，但这个的问题呢是来问 Osma 先生的。好，他的总分析问题，我的问题呢就是你们两个先跟我回答。请问一下，从你呢有这个点子呢到开始做呢这整个呢项目呢开始做之前呢，从你有点子到开始做，跟我们的这个融资开始来做这个兑现债券的，你花了多少时间呢？谢谢。如果你想要我呢，我们基本上哇，这种问题呢，我真的是来自四面八方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呢觉得呢，这个呢对我们来讲是相对的比较新的呢这个方法，也就是来做认证。我们知道呢，这个呢是一个在项目上面呢来做一个概念性的呢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呢，一旦呢你有这个想法之后呢，一旦有想要认证的想法呢的这个初衷开始呢，你必须要有讯息。真的是一个项目，如果你想想看呢，真的整个系统上面来讲呢，我们呢是这个认证的系统，你也有呢这个营运的系统，你也有当然了，在营运旁边呢你还有呢这个融资系统，你有其他不同等等的系统，不同的方面也有呢，技术呢，团队人士啊等等之类的，来做你的产品。所以宣布种种的加在一起以后呢，你就要开始想想看你要不要来做认证了。我们呢，我们有，特别呢是你今天呢你有不同的呢项目呢，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 Solar 就是我们的太阳能的农场，太阳能农场呢在巴西呢是非常大的。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呢看到的这些项目呢，我们呢都有这样子的讯息了。我们呢要开始呢这样子所谓的呢太阳能农场的讯息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开始来做认证呢，对这个概念呢来做认证。而且呢我们就是不断的来做这个认证的太阳能农场的认证的重复。在这样情况下呢，有时候呢你的这个案子呢有可能是同一个类似项目，但是有不同的内容。我们要做的呢，也就是说呢，我们呢可以得到多少的讯息，而且呢这些讯息呢是有多可以信任的。所以呢这个系统呢本身呢，这个呢保护系统啊等等的系统啊，
这个系统呢，即使对我们来讲呢是新的，即使是新的呢，我要讲的是呢，即使是新的这个项目呢，我们呢原本的认证的系统的呢，这个样性的就已经是在那边的。所以呢，我要讲的是呢，你每次呢，只要你有新的项目呢，新的绿色的租赁项目呢，你就要想想看，一定要把这个认证的放在心里。好，谢谢 Alex。好，我们目前呢没有问题了。从我们听众没有问题了。好，我呢在等几分钟时间，以至于呢有如果有问题来的话呢，好，如果没有的话呢，这就是我们呢今天呢这个大师班的呢的结尾了。好，再次谢谢今天的各位的加入。在下一小节里面呢，我们呢，好，不好意思，好，不好意思，我看一下我的屏幕。Here we go. The next session. 好，下一个小节呢，是我们有关于呢，是从4:30到6:30欧洲时间。我们的题目呢是有关于如何发行的韧性或者是有弹性的呢这个债券大师班。好，如果我在这边呢会有另外5分钟，如果任何有问题的话呢麻烦发问，如果没有的话呢再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加入，我们谢谢你各位的宝贵意见，还有谢谢今天的时间来聆听，谢谢。 Thank you Brian。 好，谢谢 Brian， 谢谢 Osmar， 谢谢 Marina。 今天呢是我的荣幸呢来加入的今天各位的小组会议，谢谢谢谢啊 ，Brian Martina， 哎 ，Alex， 谢谢。Thank you。 还有呢，我们这个服务，谢谢各位。Thank you for attending and thank you, Mar and Alex。好，谢谢谢谢，今天大家来参加，谢谢呢，我们这三位男士一起来参加，谢谢。